个女生她进来只是看了一个包包，才2000多块的包包，重点是那女生是要自己拿钱出来买，她男朋友就一直从头到尾一直在滑手机，那那女生就一直很喜，因为一看她的脸就知道她很喜欢，她就问她男朋友说：“哎，宝贝，你看我这个好不好看？”那男生就讲。都可以随便啊，然后滑一滑，然后说，哎，你看我真的觉得很喜欢，我可以买吗？然后那男生说，我觉得还好。不然你要再看，不然你要怎样？他怎样？他觉得还好，就是一直贴在你身上。你看包包，他就这样子，好好看。你们都没有，我们喜欢这个，我们又不是，我们又不是也喜欢。不是，你们都没有虚伪，你们是，你们都没有参与度。关键你就是要去找你的姐妹嘛。对，不是，问题是大家没有问题，你们自己说可以陪我们去逛街的、啊，那你们都不耐烦。啊，你已经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子，那还什么还是要邀请我们跟你们去？你们会希望自己不要陪另外一半逛街的，请举圈。全部要举圈，大圈人都是你们硬要跟啊？什么？都不要是不是？好，全部都转过去，转过去。这是你们的基本工作之一，怎么可以不要？对啊，不好意思、喔，女生们，她们所有都忏悔跟不对了哦、喔。都在忏悔，他们都说他们自己不对。都不要聊，都给你们聊，好不好？